这不没事个，这绝对得有那不如。他是北京的 DJ， 亮弟。我这个地方，你一天要基本动作来上几万，这么多，基本是这各个上坡我们干什么？都不是，那基本都不是，什么干了，都个人要。都个人他要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我干什么的事是吧？